溜上鸟了，能引妖出来吗？既然他迷恋香纸，就不可能不识货。那可是我的羽林香啊，极其珍贵，味道是不错，这儿都闻得到。心在流血，大哥，那烧的可是我的钱呢。嘘，又是那个声音。昨晚光线他也没看清他，我看他今天往哪儿藏。这，你们看见了吗？难不成跟萧云子控制飞剑一样，可以远程操控？无妨，此香味特殊，一时半会儿散不掉。羽宁香是由黄鸟求偶时从植香释放出来的，任何鸟类对它都无法抵抗。到时候我们只要跟着小红，就能找到它的巢穴。几十种味道混在一起，哎，那妖狐隐身，胡子小心，快快快抓住他！我来，哎哎，你跟他是一伙的吧？我好不容易抓住他了，你不能打准点吗？这妖怪会隐身，看来我们得想别的办法了。这下就白死了。